这是一个美容养颜逆龄的提示，还可以拉伸双腿，紧致双腿，瘦双腿，很好的缓解和预防腰痛。通过拉伸腰部、髋部、腿部，缓解腰椎的压力，让腰椎得到修复。将双手环抱住手肘，双脚打开，与髋同宽，从髋部折叠，脖子完全放松，保持十足呼吸。我是青青，早上九点，晚上七点。后背薄了，肚子也会小，体态轻盈，身材也会越来越好看。散盘坐姿进入，随吸气背部挺直，延展胸腔向前，双臂向后，呼气收腹，弯腰拱背，腹部向内沉，把背部拱高，让呼吸融入进去。反复练习十组呼吸，帮助理疗脊柱，放松后背，消除后背酸痛、后背疲劳，远离颈椎。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，谁介意你我这段情，每每碰上了意外，不清楚未来，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，每天要孤单看看。筋长一寸，瘦长十年，每天坚持拉筋，拉长脊背，疏通经络，拉长全身，防止肌肉缩短，不仅可以塑形瘦身，还可以紧致肌肤，延缓衰老。将双脚分开两背肩宽，随呼气缓慢折宽，向前向下，双手始终向远送，坐骨向上抬高，感受腿部后侧筋膜的拉伸，停留十足。睡眠不好，长期失眠会让人过早衰老，容易脸色暗黄，内分泌失调，免疫力下降。试试这三个体式吧。第一个，将双手抱住双脚，屈肘，让双脚去靠近身体，扶住开髋，拉伸腹股沟，促进身体排毒。再屈膝，让大小腿呈90度，停留1分钟，帮助减压，放松身体。再缓慢伸直双腿，疏通经络，放松全身，促进睡眠。练它，愿你一夜好眠。